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实操聚焦。这刘晓明可玩大的，刘晓明玩大的。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我说刘晓明呢，跟他其他人，这个中共国驻伦敦的大使啊，跟其他那些人不太一样，跟这个包括什么耿爽这些都不太一样。他是真的是这个把自己比喻成仪表堂堂、掷地有声的一个最大的乌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正派，就我这找不着别的词儿了，他一定表现出是非常的正派，真理，他是真理，他是真理，啊，他是道路，他基本表现是这么个方式。那这种人呢，啊，而且似乎不言狗笑，他即使跟你开玩笑，他也是盛气凌人，就是他是一切的代表，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原来在国内的时候遇到个朋友，有朋友说：“哎呀，我今天倒霉了，我碰这么个那意思混蛋似的。”原因呢，人做生意的嘛，做生意的。然后那时候国内，我们那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很多人去查什么三无产品，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那时候那个从外面进来的货，什么没钉差呢？没有，什么都没有，都是各种渠道进来倒进来的货，所以三无产品呢，那时候讲得有产地，得有许可证，得有什么商标啊，得有商标，有产地，还有这个制作单位。那时候西单商场什么很多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的，什么商标都没有的，大家都是从各地倒过来的货，谁有门路谁进去，是这么那买卖是这么做的。后来就查那些三无产品，我这个年龄的人朋友能知道。我说那个年代大概在就是亚运会的年代，1990年、91年、92年，一直到95年、96年，那时候其实还在查那些。那谁查呢？北京市质检局、质量监督局这些人查，那些官都是那挣老了钱了。那个我们细的不说了，我就说我这朋友他为什么生气呢？他那年呢，他说给了那个人2万块钱，质检局的，东城的，就开玩笑给人说出来，东城的，大概给人2万块钱是3万块钱，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呢。他第二天他还带着那人还正经八百跟不认识，带着队伍去查他。雇了，查他仓库了，给他气疯了，我天呐！后来查仓库的时候，这哥们儿那些那北京混出来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仓库里养了2只大黑背，那个德国狗，还知道来查仓库了，就跟那个看仓库老头说，看仓库是个老人家，说你回家，他把2只大狗就给放出来了。还有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那查仓库敲门啊，当当敲门，一敲门，那2只狗就往上扑。还给我讲了故事，给我逗的，我这乐。我们那时候在东便门、西便门，那时候就是大家就这么听这些故事了，就骂这些当官。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刘晓明就是那种人，就是说，你看那个贪官吧，有的时候他。对于官场上混的那些人，他不太可恨，就是他拿了你钱，真给你办事儿。他这个东西是拿吞钱不办事儿，这战狼。我跟你讲，今天习近平就这种特点。如果习近平没有这种特点的话，他不会那么对待王岐山的。这个贪官很多贪官不会那么对待王岐山的啊！你人家对你有恩了，你干嘛那么整人呢？哎，这习近平是这个，他下面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他觉得非常的危险呢？他是招人恨的。我跟你讲，稍微有一点点能力的人一定恨死他，恨死他习近平，所以他手下的全是骗他，习近平手下一定全是骗他，全是这一类货。所以这是我们讲天灭中共自然成型的，没有什么对错，就是他人品都到。堕落到那份上，你贪财那时候说贪钱贪的是国家都这么说啊，你挣共产党钱啊，你不能坑朋友，
很多在面上混的朋友人，他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不能坑个人。他习近平不是要坑个人，这小子就是。啊，你看他长得正经八百的样儿，啊，这个东西就不是个东西了。这是刘晓明的推特账号。我为什么说麻烦了呢？他自己应对的，这是他刚刚发出的推文啊，刚刚一个小时之前发出的推文。他说，这个英文是这么说，英文呢是，这个话得这么想，他是中共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发表了声明，发表声明呢说是反华势力，是反华势力侮辱了刘晓明。这刘晓明胆大了，我以为这个刘晓明有点胆大了，他敢以中共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名义，官方名义去找这个借口，替自己阴邪的作为做法去掩盖的话，我估计他有可能犯了大忌。这刘晓明这个位置上待不了了，习近平不会接着，他不买这账的，习近平是受不了的。因为当刘晓明这么做的时候，就把习近平给搭进去了。除非习近平答应他这么做，这个如果习近平不答应，他没有告知习近平，而是刘晓明自己做主，透过中共国驻伦敦大使馆发出官方声明的话，那刘晓明就死了，因为把他习近平搭进去了。在这个声明，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声明啊。在这个声明基础上，刘晓明就加了一句话，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美国东部时间的中午十一点，那就是伦敦的时间的下午才四点钟，就我们是跟得蛮快的。刘晓明讲这句话呢，应该是西方的一句谚语，他就是铁簪子，其实就是打铁的啊，打铁的那个底下那个铁台子，有些朋友知道，就像我们叫什么呀，铁钻、铁簪，就叫粘铁簪子，我也想不出来，就底下那个有的呢是这样长的，上头带尖的，是打铁用的啊，打铁用的。你比如说打个，就是打铁器用的，打把刀啊，有些人愿意做刀啊，做这个做那个，下头电，上头用锤子砸，啊，用锤子砸，所以是铁簪，铁簪子。这是意思呢，一个好的铁簪子不会怕榔头的。我相信这是西方谚语，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比较贴切的话，叫矫正不怕邪歪。我觉得这个词儿是用对的。那如果刘晓明敢这么说的话，那他胆儿够大的。所以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这件事情是给刘晓明弄疯了。但是呢，他如果没有经过习近平同意，动用大使馆的名义，那他死定了。而刘晓明，我查刘晓明啊，这是我们看到就在推特上找刘晓明，他在洋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意思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在从不同的角度是嘲讽他。这件事情发生了大概七个小时，发生了大概七个小时的话，如果这么算的话，是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九月九号下午五点钟左右发生的。贝伦德，这是其中一个人，这是推特上比较有名的一个人，他专门讨论中国问题。贝伦德他自己把这东西贴上了，他就讲这么一句话，说警告，如果你正吃饭呢，你可千万别看这下面这段文字。他嘲讽刘晓明，然后他就把那段视频放上了。那段视频呢是男女之间那些故事了，那个男女之间故事，他洋人可能不怕，所以他就把那段，他肯定看那段视频了，
大概跟脚趾头有关吧，就这么说，跟脚趾头有点关系，所以他就给写上了，写上了，他下面就引用了一个罗斯福的一段话，罗斯福，那是罗斯福，应该是罗斯福的一段话，说大棒子，他用了一句大棒子，那段话我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啊，他用了个大棒子去形容，但他用大棒子去形容的话，洋人是有洋人的说法，放到中国人的嘴里面，他这个味儿就改了。那你要这个时候用大棒子的说法，就显得更加的，其实更加的淫秽，就是中国人的概念是更加的淫秽，更加的嘲讽。这是我想说，我跟大家分享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他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有人呢就给他做了视频了，说中共国的大使，就是拉屎的屎，大使这回出了名了，就把这个把他推特账号上给做了这么个动画。这是五个小时之前有人去嘲讽他，所以讨论的都是脚趾头。那我个人就不好说了啊。然后他就提到说，有各种说法了，说这个说那说那说这个，都在评论的这个贝伦德在推文中讲述的这段话。那这个就比较有名了，这有人给画出来嘲讽他们俩，王毅跟刘晓明，嘲讽王毅和刘晓明。王毅说英国到底要什么，说要脚趾头，要脚趾头。这是，这就是，那这个事情就说句心里话，这事儿就大了啊，这事儿大了，这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外交风波了。很长啊，整个推文我跟大家介绍意思就是说，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前后的时间，北美时间能看到他也就三四个小时，那他刘晓明真正出了名。所以刘晓明出了名，大使馆以这样的方式去应对的话，刘晓明把自己的命给赌上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七个小时之前那叫什么贝伦什么，其实他是英国的人权委员会的成员，说他叫巨棒外交。那巨棒外交呢，这个词放在中国人的眼睛里，中国人的离通俗当中，这是个针对这种事情，这是个下流话啊，这是个淫荡下流话。但人家洋人没有这个意思，洋人他是有另外一层意思，所以事情凑巧就凑巧到这份上。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啊，洋人我不认为他有着那个洋人说这话是有着淫秽的成分，可是却放在了他刘晓明的脑袋上。巨棒外教，保福德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不小心色情文章暗赞引起了热议，那英国保守党的人权委员会的保福德推文讽刺，这是老罗斯福所说的巨棒外交吗？就这么讲的。那这个事儿就变得大事了，所以是巨棒外交说法在先，然后刘晓明应对在后。我相信习近平会找他麻烦，应该他没戏了。警告吃饭的时候别看，然后大使馆一个女人帮着一个男人如何，然后说这叫巨棒外交吗？那保福德肯定看了这段东西了，这是没错的。刚才有朋友说中共外交官看这东西，你就看就完了，你干嘛还按赞呢？他无所谓，我觉得他无所谓。或者心有所想，梦有所思，这都有可能。但是呢，它是习惯性的东西，对吧？那他蛮欣赏的这东西，在纣王十大罪名当中，这个姜子牙列纣王十大罪名当中，其中的一大罪状，就是他跟妲己想尽了花样去淫乱，这就是。这个东西是，所以
怎么说呢？这是命运，这是天灭中共的命运。9月9号，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会闹大了。这个事儿闹大了，这个事儿，刘晓明一动用大使馆的名义，这事儿闹大了。所以刘晓明，相当目中无人的。我以为对习近平他也目中无人的，等于是全扯进去了。保福德后来又发推文说，他觉得这种耻笑刘晓明呢有点刻薄，然后想到香港跟新疆呢，他又觉得呢，他的那种愧疚感马上释怀了。那如果他觉得比较刻薄的话，其实这个人就这个洋人呐，据帮外交的说法，是他懂得中国的文化、民俗的文化。所这里呢，中国人他就特意解释了，据帮外交。老罗斯福叫温银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所以嘴上说的好好的，大棒子打死你，那这种东西你还是远离它。1823年，马克思十几岁的时候，马克思可能当时刚刚拜了撒旦魔鬼教的时候，前后外交方针叫罗门主义，介入西半球事务。老罗斯福主张自行维持西半球秩序，如果出现行为不轨的国家，有权进行军事干预。这就是大棒外交的来处。所以中文的媒体呢就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没用啊。我个人觉得这种解释会显得很那个，就是会把这件事情推高了。反华分子干的，恼羞成怒。这个照片蛮贴切的，我觉得是有点恼羞成怒了。明明他自己干，他说反华分子干的。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词儿，反华分子的词儿，是他刘晓明常用的一句词儿，这是没错的。恶意攻击，外媒跟网友们冷嘲热讽。发言人，反华分子透过网络恶意攻击刘晓明大使的推特账号，大肆恶搞，手段卑劣，我管严厉谴责这种卑劣行为，已向推特公司举报，并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我们敦促推特公司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不要传谣，但没说这张照片是假的。他没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是声明，那是刘晓明。那我们刚才讲了，刘晓明自己说，矫正不怕邪歪，我们就这么翻了，矫正不怕邪歪。那这个东西就搅大了事儿了。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内容出来，人们会抓住不放。今天刘晓明能过得了过不了今天都很难说。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接受这种表态说法的，因为对他习近平来讲，如果人们把他连上，媒体把他连上，他就变成了奇耻大辱，变成他习近平的奇耻大辱。你想一想，在铜锣湾书局的问题上，那本书什么都没有，但习近平可以对铜锣湾的相关的人采取那么极端的手法，甚至是港版国安法诱发出来就出台的诱发条件之一。那你刘晓明把这种事情透过大使馆的声明跟习近平连上，他能饶了他吗？天灭中共啊，天灭中共。刘晓明是他的忠实的走卒，但刘晓明同样是贪婪者、利益者。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目空无人的这么去做，用国家去压这件事情，那他压错了。在推特上太多的这种淫秽的短片，太多，非常多。那这种淫秽的短片作为社交网络当中是他重要组成的一部分。那点赞的是你要说
推特公司要去查，推特公司查完了是你的手滑在那儿了，推特发表不发表声明？这个这就是昏了头了，所以这个事儿给整大了，刘晓明整死自己，在习近平的恼羞成怒的背景之下。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是2020年天灭中共啊，天灭中共的过程，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揭示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本质，而这生命的本质让今天所有旁观的人贻笑大方的过程中认清他们的邪恶，这叫天灭中共，在劫难逃。而他们自己又是最大的利益的驱使者和追求者，他们一定是相互残杀，为了保全自己。刘晓明把中共驻英国的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推出来，就是试图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自己出卖习近平，出卖外交部，出卖习近平。这个东西是应该由外交部发言人出来，外交部的声明出来才对，而不应该是驻英国的大使馆，他不应该有这个权利。感谢朋友们的支持。